家好，我们是快乐家族。欢迎各位在礼拜六的晚上来到我们 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 vivo S9 系列4400万极夜柔光自拍，照亮我的美。今天我们请来了长歌行剧组的朋友们，欢迎他们！欢迎！好，长歌行呢，其实大家一直都非常的期待，现在终于定档了，我们祝贺！来，我们请那个大家来介绍一下，在长歌行里面演什么角色，是什么身份，好不好？好的，好的。我们从谁先开始呢？金靖吧。大家好，我在《长歌行二》里扮演明珠公主。第二部啊。好，我们还是欢迎静静。谢谢。那这样我们就直接从雨宁那边开始，好不好？大家好，我是摩登兄弟刘雨宁呢，在《长歌行》当中扮演浩都啊，是一个侍卫。好，浩都大人，欢迎。下面磊磊来喽。哎，大家好，我是吴磊，我在《长歌行》中饰演的是英师特勤阿史纳隼。好，下面是我们的长歌，来欢迎热巴。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我在《长歌行》中饰演长歌。卡了一下，再来一遍。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我在《长歌行》饰演中。完了！哇！怎么回事？我紧张了。好，下面我们再给热巴一次机会，慢慢说，来，预备起。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我在《长歌行》中饰演大唐郡主李长歌。下面我们就很好奇了，我们深深在《长歌行》当中饰演的又是什么角色呢？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深，我在《长歌行》当中饰演的是歌，就是唱歌的那个人。好，下面是我们再一次回到大本营的我们的大千，欢迎大千。Hello， 大家好，我是易大千，我在《长歌行》剧中饰演的是木金，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军师，是磊磊饰演的阿史纳隼的好兄弟。好，下面是我们的新朋友，第一次来上大本营的方逸伦，欢迎逸伦。大家好，我是方逸伦，在《长歌行》中饰演雨宁的情敌魏征之子魏淑玉。今天这么多朋友来呢，我们分成了两队，其实从热巴跟那个磊磊那开始就分成两边了。我们就叫颜值爆表队，我们叫长歌我最行。有人要吗？三杯，十杯，十六杯，十九杯，二十杯。上淘宝特价版 APP 摇一摇，慢慢点源头货，每件1元包邮。提醒您稍后看点，隐私数据手度不堪。2708，这是我从来没有公布过的一个数字，非常隐私。何老师要活到这一年。磊磊94.44。他，你怎么知道？这个太私密了。广电内幕大起底。去你了！这个演播厅好棒啊！真的要压的哦！这也得要叫！这个东西多好嘞！站直，周老师！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淘宝特价版 APP 摇一摇，百万件源头货，每件1元包邮。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直播课上作业帮，好成绩有人帮。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今天第一个游戏呢，就是猜数字。大家注意到，我们每个人上来的时候都有一个代表数字。这个数字呢，其实是每个人身上的
要么就是标示，要么就是过人之处，要么就是一个从来没有跟大家说过的秘密。如果你猜对了一个数字，你就有权让对方揭晓一个数字。我从金靖的开始好了。九。哦，金靖同时在录九个综艺，因为他非常火。我不敢相信那么简单。金靖他那个微博名就叫金九力，因为他脸上有九颗痣。怎么了？怎么了？被猜出来了。你现在盲点能点到你的九颗痣吗？应该不能，但是呢他们九个人都有一个故事。九个人你脸上是个四室一厅吗？住了九个人。他呢是有兰达，他呢是娜塔莎，反正就是九颗痣都很好了。你最宠谁啊？最宠这颗啦，因为对他太好了，导致他营养过剩，最近有长毛的趋势。我们顺着要，我们要吴昕的好不好？告诉我们吴昕是什么？我的是我一个秘密。你在2020年相过五次亲？没有没有，我需要相亲吗？你自己说的有底气吗？就是最高的时候，我的那个马丁靴里会垫五层增高鞋垫。啊，那脚放哪儿呢？就放鞋里啊。你的脚实在就是那种芭蕾舞一样。对对，其实脚比穿高跟鞋还累，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参加那个姐姐的时候，大家都太高了，然后我就自己非常心机的准备了一个垫五层鞋垫的，然后一走过去之后，垫过了旁边1.7米身高的。我可以看一下吗？你带来了吗？可以，把我的保鞋拿上来。鞋子，哎呀，有味道，哎呀，天哪！朋友们，你看他的增高鞋垫已经到这儿了。纪念，你现在这么高，然后你踩上之后看多高，好吧？对，哇，能拉上哎！哎，上楼了！哇，我这么拼吗？我这环节我能得到什么？得到坦诚，你会得到一个真诚之星的称号，新的称号。走几步，走几步，来，一。哎呀，哇！试一下吧。怎么样？是不是那种？你别说，我来了！一呀一呀一！天哪！你看我穿的是不是比嘉哥高？真的？你自己坦诚就可以了，带上我干嘛？好，那现在你们再来猜我们一个。何老师，2708是什么码？是比较隐私的吗？非常隐私。是这样的，这是我从来没有公布过的一个数字。我是回答一下以前老遇到朋友的一种好奇心。何老师要活到这一年。参加过2708个节目。不是，跟工作没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工作项的。添加的朋友。什么朋友？微信朋友。请看证据截图。2708朋友及联系人。但是有很多人都以为我有10000多好友。我也以为你有，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算少吧。我就是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这就是真实的情况。我也不知道算多算，但是我真的没有到万。我想问一下，这2708个好友里面，如果一定要删掉个整数，是2700人，另外8个人，你会考虑在哪一类人当中删？在场的吗？哎，对哦，在场的除了何老师有10个人，还有2个人可以吗？在场只留2个人。对对对，你猜我会留谁？我觉得肯定不会留我，因为还没加上。那还没加的话，那就是只能留一个。
不对，我还没有一轮的微信。刚刚好八个，干干净净。我们再猜一个好了，我磊磊94.44，94.4，这是我的体重啊。猜到了。什么？你猜到了？嗯，真的。长哥，长哥，你说。他骑行的那个公里。骑行。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嘴角抽搐？不是这个。你在紧张什么？为什么一下就能猜到呢？这么能猜到啊？有证据吗？哇哇哇！为什么要在节目上放？我觉得这很酷哎！一天骑这么远，你要去哪儿啊？那天是从泉州转场回厦门，朋友们。啊，这大部队有他们的交通工具，你自己骑回去。对。好，朋友们 ，see， 厦门见。哇，这也太酷了！哇，我的天哪！慢下来去走一段路，我觉得挺好的。好，现在我们已经送一个嘛？送谁？热巴，热巴三，一个热巴，三是他介绍长歌的四。正好三次，这是个预言家。我可以模仿三种声音。哦。第一个是大家最讨厌的起床的闹钟声，就是那个叭叭叭叭哔叭叭叭，叭叭叭叭哔叭叭叭。好气啊，门很气啊，这个。对对，好。然后第二个是婴儿哭，婴儿是这样哭的。好奇怪。可以。第三个是比卡丘，贝卡贝卡贝卡丘。这个最好，这个最好。啊，都好像啊。我们在雨宁761，我觉得是雨宁在。他走一步，别人要走761。那是蚂蚁跟蚂蚁比啊。下身长。就是我这出道2年半，出了76首歌，一首都没火。哎呀！结果这么一播，你76首歌都火了，是不是啊？绝对有可能，一首没落。OK， 这样有诚意，我们也送一个。好，我们送一个方一伦的八八。其实我很简单，就出道8年了，然后终于。能上快乐大本营，然后回去可以在朋友面前说，哎，我最近上快本了，你们可以看一下去。一伦这番话情商之高，对，简直了。欢迎你，欢迎你。好，现在只剩两个，一个是佳佳的0.5和周深的18。我觉得我跟周深这两个数字都让人匪夷所思。为什么？0.5，视力。对了，这个太私密了，而且这有什么私密的？欣欣本来是想说这也太没意思了，后来也说成了。那你猜周深的呀，他的有意思。我的也超级没意思。是啥呀？我这是，一秒钟可以转18个音。哇，这很厉害呀！一秒钟。对，你们会不会知道自己76首歌？啊，一秒转18个音。18个，看。你要这么搞，我能转19个，真的。你来快！哎呀！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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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删人，我摘隐形眼镜。接下来呢，我们要用抽签的方式，每队要在对方的数字当中随机的在大屏幕滚动之后随机抽出这个数字。接下来的挑战可谓是史无前例，两队随机抽取以对方某位嘉宾的数字为标准的海搜任务。吴磊、
一般，拥有优秀体能的人和周深一样拥有天赐声音的人。每队需在20分钟内在演播厅大楼里找到符合要求的人，并立即带回现场进行游戏挑战。你们准备好了？走，带你们溜一溜，来看看湖南广电。湖南台的工作人员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觉得我们就在这附近。要找谁啊？我知道，先走一走，先把气氛带起来。气氛，这小伙挺壮的，感觉可以。天赐声音，我觉得刚才吴磊也说了嘛，就是上天赐给他的声音。对，因为我们台里落成一个新的那个演播厅，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新闻主播间。你别把他吓了。走一走看一看啊，先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可以出去啊？不能出去是吧？只能在大楼里。不是，不是可以出去，但是出去有点冷，我们不出去。哎，先可以观察，谁？你认识他呀？我不认识，但是你应该可以。你好，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请问你的体能怎么样？我觉得还行吧，看这个站姿就知道。站姿，站姿，嗯。那你能抱着涛哥深蹲吗？哇！就说涛哥这个重量应该是没问题的。那就是你了。是这样，我先说一下，我们也不盲目，不盲，因为确实之前我抱人啊，和人抱我都容易伤。之前有一次别人抱我，他也伤了。试试吧，来吧。人家也没同意，我在这干啥呢？可以，注意安全。哎呦，出汗了，可以，坐到了，我们胜利了。同事们都在吗？同事们有没有？他们应该在吃饭。同事有没有对讲机啊？都在吃饭呢。走吧。来，快，时间不多了，我们才用了3分钟，快点。去看主播喽，希望不会打扰人家的工作。哪边？这边吗？哇，这是我们导播间。我梦想工作也就另外那个。这是我们主播啊。哇，哎，这个演播厅好棒啊！是新的哦。耶，位置好。天哪，你看，哎，他们工作的环境。你好，哎，你好，你好，丢丢，刘梦娜，这是我，魏景浩哥，你好。哎，你们就现在在准备什么？录直播呀，今天直播呀，准备直播，基本都是直播的。现在，天哪，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对，提字器。嘉爷，我们现在那边那个和中间的这个都是机器人了。哇。我是学新闻的啊，真的，我真的学新闻的，我也学播音的，是哪位老师把你面试进去的？天哪，哎，我们试一下好不好？那我们来试一下，哎，教我们嘛，教我们。近日，香椿还是椿呢？椿，香椿，椿笋，香椿的轻读，香椿，不是蠢，是蠢。来，你来一个。好，来啊，三二一，走。寄语香椿，香椿，香椿。香椿，香椿。好，到我了。健康长沙行动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方案继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让人民群众，群众在家，让人民群众，群众在家，能上就能上。
这是什么呀？多打是不是？我就说是有点对啊。所以有时候背稿嘛，万一字上重复，就要自己改，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对不对？真是这个意思。好，今天新闻就到这儿了，谢谢收看，再见。然后要在原地这样，要在原地这样。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就是大家经常看联播。对，我们要收一下稿子。哎，别忘了时间啊，我们的任务怎么办？我们两个待会儿要直播，我们要直播了，是要跟你们回那个录制现场的，那肯定不行，你们要直播。我们频道声音丁老师，丁文山老师，他对他在那个导播间旁边的配音间，那我们去找他好不好？他去，对对对。好了好了好了，一会儿见到打搅了打搅了，小心工作搞丢了。要是以后机器人可以跟真人秀，你们怎么办呢？大哥，你会唱歌吗？哎，你会唱歌吗，兄弟？大哥，你会唱歌吗？飞一点点，飞一点点，快快快！你唱什？你喜欢唱什么歌？您给我表展示一下。我爱你，我的家，我爱你。好，下一位啊，不是我们要找的，找到了，坤哥。来，杨坤老师，先来配一个。哎，您会唱歌吗？哦，我们那边有合唱团。哦，走。很厉害，就是在门外就已经感觉到天籁了。Hello， 大家好。这不是我们大本营每期负责那个秀的秀导吗？是的。今天录节目，你不在下边录节目？因为我们三八妇女节的那个活动，唱支歌给党听。哦。所以我们录完这场秀就来。所以这是我们台里的中坚力量。对，中坚力量。湖南卫视合唱团。湖南卫视合唱团。都很眼熟，很眼熟。我们今天有个任务，我们要选一个那个天赐的声音，然后带回现场。那团长，要不你推出来一位最强的？我的天哪，一看就是唱歌好的人。哇，带着麦克来的。有一个梦想，就是特别喜欢吴磊弟弟，特别想跟他合作一首歌曲。合作？喂。来，不行，我们完成任务，你。不是。不是天赐的声音，我们不能从组内找。不是啊，这只是完成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心愿。对，我觉得是这样的。不答应他可能就不跟我们去现场。对，我们任务就完不成。哦，原来去现场的是他呀。你说吧，哪首歌？因为爱情。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所以我们都是年轻的模样。你就给我带了个歌，我都本来就唱不准，你都给我带了。哇，还有女生哎！到热巴姐姐身边了吧？对。那你可以怎么证明一下你体力好不？我力气挺大的。我们比一下手劲儿好不好？比力量好不好？嗯。和我吧。对。和我，两个女生比吧。双方队员准备好啊！双方队员准备好啊！准备好啊！接下来啊，就是双方展示实力的时候了。如果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一起决定胜负，因为我时间只有20分钟，时间非常要紧，好不好？我们一起决定胜负，我们不要再多说话了，不要浪费时间，好不好？你不要再说了。各位，准备，三、二、一，走。我丁老师的眉毛长得好好看。分享心真诚是天赐的声音。丁老师你
丁老师。你好，你好，丁老师，致敬，致敬，致敬，你好。对啊，两位怎么来了？我们在录快本，说要接到一个任务，在我们广电大楼里面找天赐的声音。是。那怎么？肯定是想到我们的同事啊，对啊。哎，我们的频道声就是。好，应该听过我的声音，第一次见我的人吧？我听过。来一个，来一个，震撼一下我。马上，你准备好鸡皮疙瘩了没有？来，鸡皮疙瘩。闭眼，闭眼，站起来啊！来了啊！每周六晚8:20 ，vivo 快乐大本营，是不是？哇，这您觉得好像整个湖南卫视在跟我聊天一样。你好，你在配什么？很有趣的稿子。那比如说呢？要不要来试试这个？好啊。湖南卫视暑假励志巨献《新还珠格格》。哇，你有一点点那个声音耶。嗯，你来一个搞笑的。都市女人拯救幸福情仇大戏。回家的诱惑。工作难度就在于啊，我们很多时候是盲配，我们完全没见过这个剧的素材啊什么，我们先拿到了文字，想象，对，就根据文字。所以你如果看到《纯爱花海古堡》，你想的是什么？我就觉得特别甜蜜。哈哈哈哈哈！薰衣草的花海，是不是？对啊，嗯，来了啊。琼瑶倾心力作，《纯爱花海古堡密恋》，花非花，雾非。一下就带入到那种感觉了，是不是？真的是你、啊，救他了，救他了，好不好？就是你了，来吧，来吧，走吧，走吧。老师，这个东西大概有多重？这个整体有几百斤。几百斤、啊？整体有几百斤啊？整体。整体，因为它还有配重嘛。对对 对, 对，还有配重。所以罗老师，你觉得在这么多同事里面，你是不是最适合我们这个环节的人？还有一个比我还适合。还有一个。对，他需要的力量更大啊。然后你，猩红的斯坦尼康。哦，陈老师啊。朋友们，斯坦尼康这个就厉害了。大家好，我是湖南卫视导师部斯坦尼康摄像师陈奕红。陈老师什么时候出镜，就说明称帮了。称帮了。这个多重啊？这个大概有将近60-70斤。60-70斤。六七十斤已经是一个青少年的整个人的体重了，对不对？六七十斤，对。何老师，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动作最辛苦的，哪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歌手唱歌，斯坦尼康会冲过来，小碎步让绕着你转。老师，你觉得，陈老师，你觉得哪个动作是难的？我们上台吧。好，上台，来来来来来。我们第一个难度动作叫转圈。转圈。转圈。好。何老师跟着我的镜头进行互动。好，我们好，我们来准备，来三。我张嘴，深深帮我唱啊，那个《灯火里的中国》副歌，预备起。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你看，就是他一定每一个镜头都是特别稳的，对啊，很稳，而且他要根据我的速度来决定他的速度，但因为我在内圈，所以我可能只是转了个5度，他那边就要走5步了。如果没有经过训练，能够拿得起这个机器吗？你看这周深，哎，这周深我觉得很酷。何老师，我拿得起，但是我可能赔不起。我也感觉这个好贵的样子。周老师，麻烦把你的手先打开一下。我们的摄影大师马上要向我们的斯坦尼康准备进发了。这个斯坦尼康站得比我还高，我要背他。好，我们向斯坦尼康进行一个鞠躬。鞠躬，那么鞠躬。好，您的手，不是不是，您的手。什么意思啊？他不是让我鞠躬吗？你就弯一点，他好上机器，不是要不是你跟他不是礼貌，不是礼貌。好的，我们把我们的太难了，我觉得看着就很重，好重。你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再站起来，好，发力了，发力了，发力了。站直，刘老师，我们站直。什么感觉？什么感觉？不想动的感觉。不想动的感觉。哇哇！不好搞，不好搞，不好搞！哎，这个东西不好搞嘞。好，放松放松。你现在非常棒，非常非常棒。你往前走一步，勇敢的往前走一步。走走走走走。这还要半蹲，这得多难。真的不太好走。好好，这个你这不是你在外面三个人扶着你。好，我们再往后退一小步。一下有可能把镜头对向我和大千吗？对，陈老师你自己拿一下那个麦。好，没问题，我来。对对，你要对准我们俩。右手好累啊。
我感觉就很难。镜头甩向我们，你绕着我们转好不好？来唱啊，我们要对准一备气。灯火里的中国青春，我们跟着他的字。老师拿住手下。可以了，感受一下可以了。好累。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的找到这一位，我得拍个照。像我们这样优秀的人呢，当然用到优秀的 vivo S9 来自拍啦。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越来越自信，越来越优秀。来，一起拍照 ，vivo S9 照亮我的美，酷。好。源头货真特价，现在打开手机摇摇，百万件好货一元包邮，千万件好货9.9封顶。上淘宝特价版 APP 摇一摇，百万件源头货，每件一元包邮。提醒您稍后看点，商品抢夺，进城大型互撕现场，手里的价格下线，看不见有其他的玩家。第一样，有人要吗？3杯，10杯，16杯，18杯。哎，要不我们直接喝一打吧？可以。8年没有来，别来了，倒在这儿啊。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淘宝特价版 APP 摇一摇，百万件源头货，每件一元包邮。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直播课上作业帮，好成绩有人帮。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来到由 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 vivo S9 系列4400万极夜柔光自拍照亮我的美。大家好，我们是。快乐家族，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淘宝特价版 APP， 淘宝特价版 APP 源头货真特价，做你吃穿用的大本营。感谢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直播课上作业帮，好成绩有人。好，我们欢迎四位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演播厅。我们今天要开始两轮的比拼了。第一轮的比拼呢是关于声音方面的，是吹气球唱歌。吹气球唱歌，两组各派一名队员参加，一人一句，同唱一首歌。当 A 队队员唱歌时 ，B 队队员要努力吹 A 队头上的气球，先把对方气球吹破的获胜。那第一轮要上场的是涛涛对丁文山。哇！好好奇丁老师唱歌的声音，加油！是的，来，朋友们，他们两个演唱的歌曲是《大花轿》。哦，我唱歌不太行，请海涛来定个调吧。海涛来 A 好吗？那我就先来吧，老师献丑了。好，准备，涛涛加油！来，预备，开始。丁老师，动一动，丁老师。太阳出来我爬山坡，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了歌声她笑呵呵，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妹妹把手牵。爆了！我和妹妹把手牵，游到了水。哇！63个鸡蛋不是白下的，不是白下蛋。我也很危险，我的也很快了，我也非常危险了，真的就是一口，就是势均力敌，势均力敌。我觉得我们非常认，好不好？我们给颜值爆表队记上一分，涛涛也棒棒的，来，祝贺丁老师。好，接下来是最后一组要上场的，是我们长歌队金靖，来欢迎丁热巴和金靖。长歌加油！叫长歌。
啊，静静，哎，你旁边的可是名字就叫长歌，长歌擅长唱歌，对耶，长歌行一定行，我也觉得他能赢。好，准备好，你们两位的歌曲是《失恋阵线联盟》，准备啊，你们俩谁唱？谁先？石头剪刀布。好，静静赢了，静静赢了，那我们先唱，对不对？因为先唱比较吃亏，没事，热巴能赢，预备，音乐切。总是去留下电话号码，却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却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痛到无法自拔。学不会假装傻傻，不要那个，你把那个气球吓爆的。而且重点是，热巴把很多精力都放在那个把这首歌唱出来，他好大声，对，好大声啊！我们给颜值爆表队记上一分。下面我们要从体能的维度来做一轮小游戏了。大象鼻子倒水，游戏共两轮，一名队员在起点大象鼻子转十圈后，拿起盛满水的水瓢往终点头顶水杯的队员头上倒水，水量更多的队伍获胜。好，小象上，小象加油，好，加油，来准备，加油，预备，开始，一，猛转加速，二，加油啊，加油，三，四，五，漂亮，九，还有一圈，十，走走走，我我哇哇，我小时候晕车，所以小时候晕车，对，小时候晕车，热巴他们去找你的时候，你怎么没汇报这么重要的情况？现在玩完了，你跟我说小时候晕车，他真的好晕啊！他好，下面到热巴了啊！来，我们热巴要准备挑战了，热巴加油，预备，开始。一二，往这个转，三，漂亮，四，五，好稳，舞蹈功底来，功底功底，哇，好稳，走，哇，好稳啊，好稳，还走了模特步。哇，太厉害了，好稳，哇，我的天哪，哎呦，我真的觉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长歌我最行必行，我们这几乎那个缸子都满了，是不是满满的，我们二十那损行也必定行，可以，怎么还有损哥？损哥没问题是不是？损哥有点勉强，有点勉强。厉害厉害厉害了，好，请休息。那接下来到我们颜值爆表队，雨宁，请上场。雨宁做好准备了吗？雨宁 OK 哈，好，好来。金靖上场，刚才在肺活量方面显示出惊人的能力。哇！哎呦我的天！戏太多了，朋友们，金靖能不能成功？预备，十圈。
别说了。不是，我等你冷静一下。稳住，时间预备，开始。一，哇，慢一点，慢一点。不着急，稳住，别太快了，别太快了，你傻呀？稳住，稳住。六，前面又不计时。八，对。慢一点，稳一点。十，漂亮。走走。快快快，赶紧稳住！哎呀！其实你给我演，你给我演。我能够不住他，哎，他就在我眼前。他那一个真的他自己慌掉了，什么？他觉得我可以，后来发现他不可以，是不是？对不起，对不起。我告诉你，你们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赢。磊磊完全没问题。如果磊磊一滴不扫的话，有机会。吴磊加油，你甚至可以跑两趟。哇，可以可以可以。如果十秒钟之内我们跑两趟，可以吗？我觉得我们啊，长歌我最行，玩的就是玩得起。给他们再来一勺放的，真的太有。我觉得现在最慌的是刘宇宁吧。这样我们细化一下规则，能是一次运两勺，一次只能拿一条。好，我感觉全村的希望，你就感觉都在你身上了。阿森认真了，阿森五，认真了，认真了，认真了，朋友们。好，现在吴磊开始挑战，准备，预备，十圈开始，一，慢一点，二，漂亮，稳住，稳住，稳住，四，他速度非常快，五，稳住，六，好稳，他是匀速的，他很稳，八，九，还有一圈，十，好，快，出发，快快。一勺，一瓢，一瓢，一瓢，一次只能拿一瓢。快快快！快快快！哇！不如放一发。他一直想着两勺。我跟你说，这个什么，这叫什么标准的技术变形。心理压力太大了，我什么都听不见了。好，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最后哪一队能够获胜？红色代表的是长歌我最行，蓝色代表的是颜值爆表。现在没有办法预判输赢，是因为刚才其实双方都很接近。我们这边改名了，叫什么？射死不能停。强哥我最行，射死不能停。好，来喽，红色多还是蓝色多呢？在这里要特别谢谢今天对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玩游戏的我们的宝宝丁文山老师、陈老师和我们的小肖，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好，马上进入到下面的比拼。Bye.
是风格大时代，好日子不请自来。中国的工厂墙上，传递的亲切来唱。中国的工厂墙上，传递的亲切来唱。欢迎大家来到由快乐大本营和淘宝特价版 APP 为您联合打造的我们特惠。今天是淘宝特价版 APP 入驻快乐大本营的大日子，它呢是以源头直供的模式，把低价优质的源头货带给消费者。淘宝特价版 APP 源头货真特价，做你吃穿用的大本营。中国的工厂想象。今天是这样的，我们呢会把两队呢分成四小组。特惠挑商品游戏规则：一，全场共分为四组，每组首先盲抽一件商品，作为各自的初始价格；二，全场共四件拍卖商品，何老师首先进行商品关键词介绍，各组猜测价格后进行竞拍，竞拍筹码为本组喝苦瓜之杯数，竞拍数高组得，公布商品实际价格并累计入组；三，四轮拍卖结束后，商品总价最接近且不超过21块的队伍获得胜利，其他队伍接受残酷的爆破惩罚。为了避免大家疯狂叫价，我建议你们尝一下面前的苦瓜汁，因为制作人有特别交代，今天是加麻加辣的加量版。好，来，加油！有回味的苦，刚开始甜是不苦。不是，它最大的问题，它有苦瓜那个生味出来了。什么意思呀？还想不想让我们玩游戏啊？悠着点。好，那第一个就是由热巴和大千。好，一轮去，他选了第一个。看他们表情，看他们表情。总哥来了，他选了 C 位，这个藏住，藏住，多损呐、啊！这个选这个的理由是，我喜欢。好，现在我们看到中间这一组。望着天，有一种等馅儿饼吗？是。现在这个游戏，我们看不见有其他的玩家。哇！目空一切。目空一切。我们的策略是，就喝呗。现在，第一份要请大家竞争的商品来了。各位请注意，我会给大家看一个图，同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第一样是春笋。春笋哥，笋哥，笋哥，这一次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春笋是临安春笋，有6斤重，它源头产地的新鲜雷笋，鲜中带甜，清香松脆，其味特别鲜美。哇，我觉得笋应该是在12块钱一斤左右。12块钱一斤，一斤6斤，直接爆了。这是我们大千给予的一个指导价格，叫大千指导价。有人提出异议吗？这个信息不准确。清洗好的笋走进直播间，基本上78一份。你是说已经炒完了是吧？这78一份。维嘉摇头，不会太便宜，不会太便宜，对不对？因为毕竟这个蔬菜价格摆在这儿。好，好，有人要吗？要要要要要要，举一杯。第一个叫价的是，先来个半杯呗。有人要半杯。半杯一次。半杯啊，一杯。五杯。现在五杯第一次。
冲一下。梭哈呗，就是。对，不是，还没到吧？孩子，别慌，别慌。为了损，我们要六杯。哇！谁要六杯？六杯，六杯来了，六杯，六杯来了，六杯第一次。雨宁七杯。我可以说一下我的感受吗？什么感受？就是我想到一种鸭子。嗯。我想问一下，鸭子的英文叫？大可不必。十杯，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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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来了不来了，嘎嘎嘎嘎！因为在长歌行当中，我和李长歌叫笋，阿史那笋叫笋的名字最多，我们天天就是笋笋笋，所以这个唤起了你们在拍摄时候的美好的记忆。不管辣不辣肉，这个笋我就要了，这个笋我就要了。等一下，你们说你们一定要是吧？一定要是吧？你们一定要吗？要，是不是一定要？一定要十一秒，十一十一十一，哇！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就是想请你们喝十一杯。一二三四五六，十一杯第一次，十一杯第二次，一定要的呢，一定要的呢，损给他，给损吧，不行啊，损的是你们的呀，不能这样的呀。十一杯，第三次，恭喜！阿孙很棒，恭喜耶！这个真的，我感觉你们这边空气都绿了。快奔的酷狗想象，没事。朋友们，六斤的好笋，只要多损呐、啊，这个。六斤笋只要三块五。六斤笋只要三块，我真的，我看你们要到十几杯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给点机会给后面的商品吧，好不好？这是第一个产品，现在大家大概知道了啊。知道了，知道了。加点薄的朋友看过来了，加点薄的朋友看过来了。我是没有想到，在二十一块钱这样的选项里面会有它，而且是其中一样商品会出现电器。哇！烤箱。请注意，这是一个十二升的烤箱。这个平时在直播间218。哦。嗯。来吧，多少钱？这个会太贵吧？五杯，朋友们，五杯第一次。这边感觉有点默默的安静、啊。你们不考虑争取一下吗？我们正在思考，还没缓过劲儿来。五杯第一次，我都自己想喊六杯。那你喊呀，你们喊了我们就喊了。你们有多小啊？这个都敢要。朋友们，两头的朋友没有参与竞价，你们发现没有？所以他们的底子比较大。六杯，给他们，我觉得他们超了，他们在哄抬你们。没有啊，没有。我们三桌要团结一下，现在我们不能都被这个一大千给他们，他们就超了，真的。对，让他们爆掉。对，给他们吧。你想，他叫一大千啊，最容易抽老千了。一大千，你不要在这里出老千。每次快确定的时候，对，他就出来搅和。热巴的那个表情就是，哎呀，热巴又会演。热巴在大千网上叫价的时候，你们是同样的意见，还是你也吓一跳？同样的，同样的意见，看到没有？同样的，至少他们共同面对，爆也是一起爆。我觉得给可以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九杯，九杯。哇！哎，要不我们直接喝一打吧，不装了，摊牌了。这张我们就是，什么什么，你慌什么？等了八年，你这么着急这么一会儿啊？每一桌坐到中间的都很冲动。哎，这里这边说，我搜哈，那边来一打。现在九杯，九杯第一次，九杯第二次，可以要。
酒杯第三次。好，现在所有其他三桌的朋友紧盯涛涛一轮和深深的表情。来啊来啊来啊，我要公布这个让我哇哦的价格。这平时好几百，不会提前就出局了吧？最后它的价格是9.9。14元。哇，可以抱气球喽。晚上请大家吃烤鸡，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好不好？哇，你们不会是7块吧？他们要是7块就刚好21点，应该是爆了吧？应该是爆了。没有没有，爆炒田鸡，一点慌张的感觉都没有。怕什么？你们爆的不要不要的吧？太便宜太便宜了。第三样来了，这个非常难猜，这是一个电动牙刷。大牌平替，处处科技，为每一次轻松微笑开挂。这个平时啊，差不多价位在159到218之间，看品牌。我觉得不要信心这价格了，它已经脱离了市场了。你相信我，电动牙刷和烤箱哪个更贵啊？烤箱贵，烤箱贵，烤箱更贵。你们还要再问吗？当然呀。打扰，2杯，好，给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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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谁都别要，让他们打扰，太枉费事了。好，不要，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2杯一次，谁要？谁要？谁要？你呀？没有，还没开始呢。我们都听见了。我哎，我们这里，我们这里，我们5杯，热巴和大千要5杯，5杯一次，我觉得想要6杯。8杯一次，9杯，9杯一次，10杯，10杯一次，11杯，11杯一次，12，全来了，13杯一次，我受不了了，14杯，好，给他们吧，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给你们14杯喝呀。如果超了，我就干了这壶。等会儿，你是说的？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绝对刚好。一轮，你的8年没有白熬，来对了。不是，我的6年白熬了呀。一轮那就说14是吧？好，可以。一轮你8年没有来，别来了倒在这儿啊。14杯一个人，14杯一次。我觉得应该刚刚好。确定吗？对，刚刚好，破釜沉舟啊！14杯，15杯，等一下，易大千杀出来了！易大千在刚才我第三下的时候，他说了15杯，我坐这儿吧。他说15杯，听到自己这边危险解除，周老师回来了，海涛又非常大方的坐了回去。一轮，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刚才14不应该要下去。15杯第一次。15杯，嘉哥你不要了吗？嘉哥，18杯一次。我师姐说加吧，21杯，直接喝一桶算了。21杯一次，21杯两次，21杯，22杯，22杯一次，22杯两次。22杯成交，老板，天，恭喜！这边给了4杯，咚！你们到底是多少啊？你们拿的是1毛钱吗？底牌？涛涛，告诉我，你们底线是多少？不是，我说一下发生了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是已经非常棒了。主要是啊，几轮过后啊，觉得这个源头货确实太狠了，就是我们觉得这个确实可以打出一个
你们能凑到二十一？对，我们想来个最完美的。涛涛，涛涛，我会报数字，然后我看你的表情好不好？看一下海涛表情啊。七。不，别着急。源头直通叫电动牙刷，3.9块。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谁把谁当了真的好难的事，整个人都精神多了。3.9块，这个夜变得不同了。啊！你们报了没有？别慌，朋友们，还有一样，会不会有大反转的？现在看得出来。你们现在加起来，明面上加起来多少了？你们玩吧，你们玩吧，你管我们嘞？没报，他们没报。第四样，也就是最后一样来了，各位小朋友，看好了，经典床上四件套，纯棉材质。我们先参与一下吧，半杯好吗？半杯，嗯，对。不怕，谁都别叫，让他们报掉。好，非常好。我们只放过第一名，所以把他们摁在第四名没有意义。我们就想摁他们。现在我已经不舒服了，就想摁他们。压死骆驼的半杯苦瓜汁儿。嗯。好，半口半杯，第一次。10杯。哦，谁？20杯。21杯。22。22。22杯一次，哇，太可怕了！23，好，现在你刚刚说到23杯了，对不对？嗯。23杯一次。25。25。30杯。我们觉得30杯蛮够的。哎呦，我胃疼，不知道喝多了还是被你们气的。31次。30.2，我们已经不行了，上头了。我师姐说了一句，我渴了。30杯半。37。欣姐急的说出了年纪。终于走到这个岁数。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old on！年纪是38。38。Hold on！37第一次，37杯，第二次。40，我45岁。45杯第一次，45杯第二次，47杯，哎。47。何老师，祝你生日快乐！何老师，生日快乐！谢谢谢谢，朋友们，已经没有更大的人了，收手吧，少年，好不好？好不好？现在47杯第一次，47杯第二次。47杯，成交。来，喝吧，喝。生日快乐，朋友们！干杯！哇，现在感觉整个人都很健康，是不是？啊！下面我要来宣布，47杯获得的床上四件套，在。淘宝特价版 APP 上的价格是，哇，我们会不会错过啊？好紧张啊！五，什么点五？什么点五？点五？8.5。16.5，16.5，16.16。
你以为六块五呢？我以为是六块五。最后最接近的就是深深、一轮和海涛。除了他们可以安全，其他三组接受残酷惩罚。三、二、一。这个真不敢打，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跟那个大千跟热巴那一组就有点杠起来了的感觉。因为其实热巴一直想要，热巴跟大千中间一度哄抬，哄到很厉害。对，一块钱的牛奶一整箱啊！我觉得这些商品真的是太便宜了，太划算了，真的太划算了。是的，因为这些都是来自淘宝特价版 APP 源头直供的好货。是的，那么这些鲜美的果蔬和爆款的好货都是这个产地直供和工厂直销，这样的价格当然能打下来啦。那各位朋友们呢，我就是丹东大草莓的源头货代言人，所以呢想要买产地的源头货，赶紧上淘宝特价版 APP 来抢购吧。哇，今天是淘宝特价版的一周年庆，打开淘宝特价版 APP 摇一摇，百万件好货每件1元包邮，千万件好货每件9.9元封顶。像5斤大米、16盒牛奶、2瓶装食用油等指定商品，每件只要1元，先到先得哦，快来抢购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打开淘宝特价版 APP，进入我源头哥的直播间啊！我在直播呢，我在直播，此时我在直播啊！直播，类似海南芒果等上万件货品，1元包邮，赶快下载淘宝特价版 APP 吧！好，那最后获胜的这一边呢，是来自于我们堂哥一定行队，对不对？好，现在进入到最后的比拼，耶！小舞台，大心机，谁能一击即中？上淘宝特价版 APP 摇一摇，百万件源头货，每件1元包邮。提醒您稍后看点。这不是心思的问题，是我们生理上想喊停。抓住男人的胃。又答对 APP。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淘宝特价版 APP 摇一摇，百万件源头货，每件1元包邮。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直播课上作业帮，好成绩有人帮。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由 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 vivo H9 系列4400万极夜柔光自拍照亮我的美。大家好，我们是
快乐家族。赛点的游戏叫做抓住你的小心思。抓住你的小心思，游戏规则，嘉宾现场进行情景演绎，演绎过程中两队可随时暂停进行抢答，说出场景中主人公语言或动作下的隐藏心思，每答对一个隐藏心思加一分，积分高的队伍获胜。这一轮呢，我们主要来了解女生的小心思，如果女生看上一个男生的话呢，就会有些特别的举动。今天的场景呢也很特别，是去挖春笋。好笋啊，春游，春游懂吗？春游非常的开心，然后会发生什么呢？请看。哎呦，寻死俺了！哎呦，哎，蕾蕾，今天你是说你要带你朋友过来吧？啊，是啊，他这半天还没来，他迟到半天了。哎呀，等了半天了还不来，着急死我了。啊，在哪儿？这儿呢，金金。停。好，何老师，他明明就近在眼前，但是说在哪，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我觉得过度解读了这件事情。演员的人设可能是这样，这只是这位演员表演的很浮夸而已，好不好？来了，继续。不好意思，地铁搭反了，我真笨。好，停，热巴，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装萌啊，然后让男生觉得他很可爱。在座的男生，你们来投票一下，刚才金靖装呆萌的这一整套，你们吃不吃这一套？不吃，我不吃，也吃不下。你看，所以这不是哦。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不是心思的问题，是我们生理上想喊停。因为是上一轮的苦瓜汁喝太多，对不对？都野出来了。好，继续。哎，你来了来了，你怎么还戴着口罩呢？你是不是生病了呀，金靖？我不是生病了，我就是今天出门没有化妆。没有化妆。就是让人夸他很素颜很好看，我没有化妆。恭喜你们答对了。来，我们来看这个心思怎么体现的啊。哎呀，素颜没事儿，你们跟口罩摘了吧。我不摘。哎呀，你素颜这么好看，根本就不需要化妆。哎呀，可以。哎呦，感觉这个公园吧，就蚊子太多了。别担心，虽然出门急，但是带了花露水。高阳，热巴，你怎么那么了解？我觉得他说那个带了去，这就会让男生觉得哦，这女孩好细心啊，她还带了驱蚊水，她都考虑到了周边的环境。哦，有道理。又重。哇，这个对，是这个方向不完全对。来，请继续看。行，那你们坐那儿吧，我给你们烤肉吃，好吧？给你拍。不着急。辛苦了。哎呀，没事，不辛苦。哎呦，我觉得那个烤肉啊还早着呢，我都有点饿了。你饿了？对。别担心，虽然出门急，我还带了小点心。哎，我看看你带的是什么。当，是糖醋排骨。呀！哇，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糖醋排骨？深深，你热巴说，我帮忙抢的，可以吗？好。首先还是刚才那个体贴，并且还提早的做了饭。不对，吴昕，他是依据这个男生的喜好做了功课，然后把这些东西带来，表示心里有他，讨这个男生欢心。不对，他就是要造成一种灵魂伴侣的感觉，就是我做糖醋排骨，我不是了解你的那个爱好哦，是我爱吃哦，但是其实他有偷偷做功课，就是要造成那个男生跟他说，哇，我也喜欢，两个人有共同喜欢的食物，就你怎么会跟我那么合适，这不是一个点。来，继续。哎，你也喜欢吃糖醋排骨？太有默契了，老天爷呀，这是什么缘分？哇，太棒了，给你点赞。
有心机，有心机。一轮说话了，一轮注意。一轮说四十四倍，还在叫价。缓过来，想起来了。他那个心机是他要告诉身边的那个女生，他和那个男生才是绝配。画圈让那个女生你懂点，对，懂这个意思吗？对对对对，我们才是一国的，是不是这意思？是这意思。不对。来继续。这个烧烤呀，哎呦，马上就要熟了，感觉可以吃了，你要不要？怎么你就推断它熟了呢？我必须要尝一下。哎，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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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等一下，怎么？吴昕，就是故意让男生为他造成亲密接触。嗯，这还不是啊？明明自己可以抓着吃啊。你说这个点跟这一趴没有关系。往后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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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好了，先不吃了，人家最近在减肥。哦，说到减肥，我突然想起来一个跟减肥没有任何关系的冷笑话。想问一下你们，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我觉得应该是水吧。哎，不会是金吧？都不对，听好了，是火的腿最长。为什么呢？因为火腿肠。哎，我知道，吴昕，吴昕，就是不管任何事情都要捧场，然后造成那个跟他亲密接触的机会。不对，周深。金靖明明就知道听过了这个冷笑话，但是还是会非常非常的捧他的场。没有破梗。对。很可惜，这里面不是一个梗。啊。继续。这块油烟大，咱们过去等等吧。好的，那我去了。啊，去吧。小火腿。哎呀，小火腿。小火腿。哎，大千，大千，这个名字是他给蕾蕾取的，所以这个名字只能他叫。给对方起昵称是吗？你觉得一个帅哥愿意让别人叫他小火腿吗？来，继续。哎，妮妮，你在笑什么呀？哎呀，我在看胡歌的剧。哦，你喜欢胡歌呀？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喜欢他。那好像说的你不喜欢他似的，那你喜欢什么类型啊？我喜欢海涛这样幽默的，可以让我开心的。停，何老师故意说出另外男生的名字刺激蕾蕾。你是觉得胡歌刺激了蕾蕾，还是海涛刺激了蕾蕾？胡歌不会刺激蕾蕾，因为喜欢胡歌是很正常的事情。金靖的小心思是刻意的说喜欢胡歌的人很多，但我喜欢的是海涛，独树一帜。他就想他觉得我很特别。 对， 对，觉得他很特别。不对，这是一招险棋，女主角没有用这招险棋。来继续。哎呀，哎呦，这蚊子怎么这么多，这叮得我，哎呀，痒死我了。别挠，我妈妈说了，郊野里的蚊子特别的毒，蚊子的毒血进入你的身体，我必须把它。哎呀妈呀！哎，雨宁，雨宁，你是接下来要演戏不是吗？挤出来。哦。想什么呢？哦，我看了，这个花纹的蚊子是没有毒的，我给你加个十字吧。哎，来来来来来，我知道，我知道。肢体接触，肢体接触。好，来热巴，热巴啊。他明明可以喷那个花露水，但他没有喷，他去说我给你挤出来，非常接近。我觉得你们往下看就知道这一点是什么了，好不好？啊，掐多了，掐了一个。哎呀呀呀，舒服多了，舒服多了。金靖，你看你这个花露水就带这么一点儿，真是的，一会儿都喷完了，真笨。那可不就是吗？热巴什么？故意带少了花露水，为了能跟他有肢体接触。又答对 A 题，哇！这个心思是从一进门喷那个花露防蚊液就开始的，因为他带的防蚊液很少。好，继续。哎呀，烤串烤好了，来来来来来，哇，咱们可以吃了。你好棒哦！哎，还行，好厉害，尝一尝吧。来来来。哎呀，但我就觉得山里啊挺冷的，我衣服穿少了。蕾蕾，你帮我拿一件吧。行，我车里还有件衣服。别别别，蕾蕾，你的衣服她穿不下，只有我这样苗条人的衣服，妮妮才能穿。来，这样就不冷了吧？啊，哎呦，行吧行吧，快被勒死了。停。
热巴热巴，我觉得他就是自己还特意还多带了一件衣服，因为不想让这个男生跟任何其他女生有任何接触。不对，一轮，我觉得他故意把衣服给带小了，然后显得那个女生的身材特别的臃肿。真难过你啊，玩游戏呢？没事儿没事儿。你比女生的心思更缜密。继续往下看。出来玩真的好开心，我们来拍一张照片吧。哎、好好好，拍照、哎、好好好，用我的手机吧。哎，不要用你的手机，用我的手机来。啊，也行吧。来，五星五星。用自己的手机合影，这样照片就在他的手机里，他就能发给这个男生造成聊天的机会。哦，哎呦，只对了30%。来。大千拍完照片之后，他踩掉那个女孩，就只剩下他跟蕾蕾了。啊！又接近了10%。刘宇宁，他可以放在自己的电话里，然后把自己修得特别漂亮，然后把那个女孩可以弄得那个没那么好。我也想到这个，我也想到这个。恭喜刘宇宁答对了！啊！好，继续演完。好嘞，那站好，我们来拍了啊！蕾蕾脸小，站在前面。哎呀，还是你在前面吧。我站在前面吧。哎、还是哎呀，站在哎，来吧。好了，拍吧。一、二、三，救命！这个修图软件识别得了他的脸吗？谢谢三位演员。谢谢你，辛苦辛苦辛苦。我们答对两题，他们答对一题。所以呢，现在我们这边又一次打成了平局。下面一场，那个我们要请到的演员是热巴、大千和涛涛，请上场。加油！好，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场景，是在一个健身房。好，这次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在男生身上。好，有一个男生想要吸引另外一个女生的注意，然后这个男生呢，就是涛涛。哇哦！那得是大劲儿喽！开始他们的演出。哎，太久没练了。哎，海涛哥，哎哎，你好久没来上课了。哎，是是是，那个这不刚过完年吗？过完年准备就是集中啊，就是强化一波。此处有心机。好，来来，海涛故意拿了一个很大的水壶，好像自己很能练，很那个一样，很专业一样。嗯，状态非常好，就这样保持，好吗 ？OK， 再接再厉。不是，来继续往下。哎，海涛哥，哎，你练我那台机器吧。啊，你完事了是吧？对对。那我来一下，我来一下。OK OK。哎呀，好热啊这里，空调调一下呗。哦哦，空调。对。那现在29度还调？还热热热热热。热吧，再调高点，好吧？没问题，调高点。好，我先去了啊。好好好。有心机，好，你说他把这个男生给支开，嗯，制造两个人独处的机会，不是，把温度调高，然后展现自己的身材，对，这个是对的，提前故意调高空调的温度，制造能让自己撩开衣服擦汗的机会，周深记一分啊，来继续往下，啊，跑一会儿，跑一会儿，哦，太久没练了啊，哎呀，练练还是舒服啊，嗯、啊。呵，呀，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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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哎，你这个水壶挺好的啊，这可以装热水哈。对，我这个就不行。最近啊，正想搞一个一整套的专业这个设备，想好好的强化一下，想好好的练一下。来，加第一个句，以那个买专业设备的名义。来搭讪这个女生，然后要微信，然后要链接，然后可以淘到女孩同款的健身产品，觉得基本上是对了，但是有一个关键点嘉哥没说出来。好，周深、嗯、关键点应该就是他故意把自己的水杯弄掉，然后来引到这个话题。水杯弄掉方向对了，水杯弄掉方向、啊、来来来，他想让热巴办卡，跑偏了，宝宝跑偏了啊，不是吗？来，哎，那是在哪儿买的呀、啊？就在马栏山买的，我随便买的。哦，马栏山？嗯，是那个媒体风暴中心马栏山吗？对。哦，我就是在那上班啊。啊，是吗？啊、我也在那上班呀、啊。哦，
小心思，请说。故意说自己的那个工作地方，形容媒体风暴中心，然后吸引女生说表达自己的工作很好。啊，他工作确实很好。马栏山本来就是世界媒体风暴中心。表达一下自己的工作。啊，这不是心思，这是实事求是。啊、好，来往下。哎，我也在那上班哎，怪不得看你怎么这么眼熟呢，真是太投缘了。哎，大哥，哎，上次我送你的那一套全新的运动装备，你用了吗？还行吗？那个行，但那套有点小了，挺好，挺好，挺好。小了。此处有心机，他先夸热巴的水壶好，然后说自己也想买一些好的装备。然后，其实他本身怎么样？他本身的装备也还不错。贬低自己的装备，抬高女生的装备，我觉得基本上完成了。明明有全套的运动装备，依然提出想买，与女生制造话题。Yeah. 好，继续。那个月宝姐，最近练得怎么样？挺好的。我们的课还满意吗？满意的。我们最近啊有新的活动，就可以买课，还可以送给亲戚和朋友，这样子的有活动优惠。哎，这不错呀、啊。那这样吧，我先来个100节课吧。停。蕾蕾，他就是要劝他办卡。蕾蕾。我也觉得他就是要劝他办卡，就是个托。我觉得是他大方。您觉得呢？我觉得就是他说我先买100节课就显得很富有嘛，然后呢借着这个提示，哎，我100课我也上不完，我们一块上吧。其实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心思，但是不是导演预埋的点。好，来海涛哥，你还有89节课没上完，你还买课啊？啊，是这样，因为我呀、我想加强训练啊、我想强化一下。那个，对了，我们今天练哪呀？按照训练计划的话，我们今天应该练手臂了。哦，好嘞。OK， 来。哎呀，来练手臂啊！啊，手臂不过瘾啊！啊，要不我们要不拉拉背吧？拉背行。哎，拉背行。我先给你示范一下啊。哎，好好好。就往后坐。嗯。然后提臀。膝盖不要过脚尖，膝盖不要过脚尖。所有人开始举牌，教练也有心思，也有心思。看到了啊，啊，看到了，来来来来，到我了，到我了，到你。嚯！哎，嗯，怎么说？这是健身房惯有的伎俩。健身房有一些人就是故意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然后来吸引某些人的目光，然后又要办卡，然后他就肯定会展现自己男性力量，然后说什么啊？对，他还会，你看会有一整套，多来一点类似的。那我们先看他演完，先看他演完一整套啊，来了一整套来了，哎呀，不行啊。这个重量太轻了呀，加片儿，加片儿，哦，再给我加个100斤，来来来，来，没问题。这个重量展示不出来我的实力啊，教练好有实力。来了啊，小心一点啊，来了，期待已久的来了啊，拉背啊，发力吐气啊。能快点过吗？然后，就是这个健身房十大禁忌。可以可以，今天进步很大。是是是，那这样教练，那个我自己练一波吧，好不好？我那个空间大一点。好，那我去，我比较熟悉，我去那边喝杯水。好，你自己慢慢练，别受伤。放心放心，哎，好 OK。哎，哎呀，好热呀。哎呀！负！哎，这怎么弄啊？哎，我知道，我知道，我告诉你。啊，这怎么举啊？来，嘉哥，嘉哥，支走教练，让自己成为热巴的私人教练，制造了更多亲密接触的机会。回答正确。故意将教练支走，然后他之前增加了重量，制造了困难，所以女生就只好向他求助。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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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演完好不好？来，那你先拉几下，好吧？我这边也正练着呢啊，我这边练，我这边再强化一下，我这边再强化一下。你在干嘛？海涛在干嘛？
哎呀！哎呀！真的不行了，到极限了，你差不多得了。这练得好啊！哎，这其实本来是应该第三点，但是大家都已经猜到了。这屋太热了啊！好热，好热。还有吗？哎呀，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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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好，谢谢大家，谢谢，也谢谢大家。没发现这一轮是演员主动 Q 停。好，那么这一轮呢是我们颜值爆表队答对了两题，然后呢我们这边队答对了一题，皆大欢喜。提醒您下期看点，史无前例没有规矩乱成团的两组姐弟组合。今天这个机制啊非常刺激，每一关两队的队长到密室里面去宣布他要淘汰的人，当场宣布谁谁谁谁你们下班了。天哪，这是惩罚吗？这不是一个奖励吗？哪种情况何老师更焦虑？好想看你们分析我。海水虽然不会干，但何老师最怕的是孤单。山无棱天地合，何老师当起表不空格。A 元气弟弟 ，B 成熟哥哥，一模一样。姐姐需要的是男朋友，不是助理。弟弟可以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出现。但是我们有需要，有未必要见到你们呢。看到你们好烦呢。弟弟怎么办？弟弟，抓住你的小心思，看看哪一边能够猜中的多。我不知道我怎么打开。那不然我教你吧。起雾了。对耶，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可以。不是不是不是，这些都不是。九儿气的我，你们是不是没有开过视频会议？没有。程韵来啊，马上垮脸，这也太明显了。就不见了。丢了他的包，宣誓主权。啊，密码是多少？1220。秦岚大赢哎！我有那么有心机吗？保护你的背，大家要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对方背上面的那个歌词。蒙古舞抖肩，让陈小云从你们中间穿过。中间，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中间，哎，我们三个，包围，包围，包围。现在我将宣布，将会有四位即刻下班。那以上呢就是由 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今晚的全部内容。 vivo S9 系列4400万极夜柔光自拍，照亮我的美。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不要走开，节目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下周六晚8:20，我们不见不散啦。